赤蓉月饼如鱼翅般丝丝分明，清甜软滑，多吃不腻，口感清甜，任中带脆，连不喜欢吃糖的人都能吃。今天就来教大家如何在家也能做出好吃的冬赤蓉馅料。配方请看大屏幕。冬瓜去皮去囊，刨丝，焯水5秒，用纱布包裹，转干水分，小火炒出水分，然后加入200克黄糖粉，如果没有可以用白砂糖代替，颜色肯定没有黄糖炒出来的色泽好看。耐心炒到开始抱团，加入麦芽糖，然后我们加入适量的油，抱团后最后加入一把白芝麻，白芝麻不只可以增加口感，还可以增香。这个配方做出来的冬赤蓉月饼甜而不腻，口感脆甜拉丝，大家一定要去试一下，在家也能轻松做出好吃不腻的冬赤蓉月饼。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，喜欢别忘了点赞订阅这个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